们也再次感谢凤鸣山国乐团今天也为我们来回答管理员优曼的感受。正平温守家庭不满的工作者不是说那是说那是说家庭回答简单感受来看下一天的正满给正满的点燃吧吼！
第一，在场的时候，就是我们很上熊兄弟遵行规章安的改军。本次感谢各位医护来宾、财务人员共同参与，感谢大家，感谢各位，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吉祥。谢谢各位，祝福各位来宾身体健康，平安吉祥，感谢大家。